哦哟，是陪他哦，不是得他哦。给他跟陪他有什么差呢？有一点点差，都没有毛了。唉，不少叹气。我在想怎么做。你这一次最好快一点菜。刚刚哎，巧克力刚才是看到杰克的哦。对啊对，我觉得还好啊。我不懂他为什么要盖那么久，东西有点多。所以刚刚阿比和小雨是猜同一个。啊，不是、啊，淼淼是我猜阿比，可是我回头的时候有看到他的人。你有看到我的人？对啊，而且你蹲下来会看到你蹲下来。真的假的？真的哥，我也不知道。你确定你回头看的是阿比吗？对啊，现在是会放一个人的雕像在那边吗？这个叫做分身灵，看到分身灵。上一个是这个人盖的哦。看到分身灵会死亡哦。那就是森林。可是要看的是另一个自己啊，他看的是别人，所以没关系。哦，那就还好。看到的不是自己的。哦。但是阿比，等一下你回头，说不定就会。哦，很可怕耶。看到巧克力。啊，不行。你为什么要对他说完很可怕的时候说我呢？不是。可怕耶。我这边听是我跟他重叠。我觉得你比较怕可怕。太黑了。太可怕了。期待吧，丘比的叫声变成 BGM。没有没有，丘比现在不叫了，我现在跟他玩逗毛棒，他现在没发出声音。逗毛棒。哦，应该只有跟哈基知道，还有松玉知道。按下去吧，添下去吧，不要再等了，大家。不行啊，我正在盖，你怎么可以不等？我把你盖得很帅、欸。为什么要有我？我不知道啊，题目就有你啊，题目就有你哦。你是大家的梦想、欸、在你发疯开始赛之前，我比较好奇，就是为什么会有我？这太奇怪了。算了算了，这东西还是算了。嗯，那我要盖个游泳池了。盖1.13可以游泳了。等一下你盖的那个游泳池就会被人家猜出来了。就说我想成为游泳池教练。把它埋起来就可以了。嗯，是不是有人还在吃东西啊？哎，我对不起我。听到了，开始觉得那个声音怪怪的。我看有些碗盘的声音，叮叮锵锵的声音，好吃的、欸。干我屁事。OK，结束。时间内，时间内。哎呀，快了，快了，我剩后面的够了。
杰克快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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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哎，吃饱了都还没有好哦。六百秒，好了，又是杰克，好了。然后玩到中文输吧。哦，敲不掉他。这个东西。好了，好了，准备好了，好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这个东西看得懂就看不懂，看不懂就看不懂。小雨，好好讲一下啊、哦！啊，三二一！等我一下嘛，我等、哦、都按爽了，所以都按了 OK 是骗人的吗？对呀、啊，我原本想说 OK 啦，算了算了算了，不改了，拿不掉，气死我了！这是什么？秋风总在我后面，我也看到了，好可怕、啊！你也看到我，你在我后面，我没有看到你啊。没有，因为那是根据秋风所呈现出来的写下答案，所以后面会有他。你们回头应该也会有吧？没有啊，没有。可是我看到你耶，你还不会动，可是你不会随我跟。我这次没有看到了。没有，我是。那、啊、秋风，你干了些什么？你看到什么就写什么吗？很烂呢、欸，杰克，你超烂的，你的题爆了。哎、欸，可是我猜杰克的、欸，出过了，出过吗？根据小雨所呈现的、啊、哦，都是小雨，小雨盖的。我两次人不一样。这个梦想应该还是蛮好实现的吧？是这个吗？嗯、啊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哎、欸，嗯。我要骂的是我，不行，我要这样猜，这样说不定下一棒还可以盖一点什么。哎、欸，小猫怎么不是？你怎么知道是杰克的？他不是上一棒，上我现在是上一棒还是猜杰克的？因为最好猜一路的对话感觉就是他哦。我也要骂我也要骂，让我。哎、欸，这个盖好像郭芙，红色郭芙。我现在感觉在玩秋风、哦，我可以在秋风身上放方块。天哪！啊，压扁扁，这个是假的，那个不是我。我听说秋风喜欢控制杆杆，我这样放好像怪怪的，要放手上。秋风把人物加上来吗？这个是。应该没错吧？这个是，哇，这个代表什么意思？被埋起来。啊！我现在在玩墙壁啊。到底是什么奇怪的？没有，你就是贴着墙。好了，算了啦，算了啦，就这样了啦。放玻璃好有效。哎、欸，那个法师换你了。法师。还剩法师还没好。剩法师，剩法师，剩法师还没好。哎、欸，我还没命名吗？不要乱 Q。还没有、啊，还没有、啊。我命名了、欸，哎，没命名就在玩了。我命名了、欸，哎。哎、欸，成定了。哎、欸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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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！哇，繁星这个不错哦。什么？什么东西、啊？要怎么呈现？为什么我都是在杰克后面啊？好难过、哦。怎么了？真的假的？对啊，这么幸运吗？其实我笑一下。好坏可以、啊、让我笑一下。怎么了？这怎么盖？对啊。而且我发现。阿鼻猜题都没有自信，后面很多，后面怎样？很怎样？那就是猜完之后会打一个问号，不知道自己猜的对不对？哦、你要有自信、啊，要有自信一点啊！有杰克在，你可以自信一点。
当然当然，太过分了吧？不会、啊，雷龙就是我了，没事没事。我们只是陈述事实。我好想这样就结束了，我就关掉。你该不会也是传说中的那一题吧？你应该就是传说中的那一题吧？哇，我也要！那一题超棒的，怎么办？我可以直接过去转身按那个按钮吗？可以可以可以，你一定是传说中的那题吧？没有错啊，就是你了。啊，意思意思，帮他盖个东西。意思意思。你真的蛮有良心的、欸，真的有没有？不然我就盖个人柱好了，超方便。哇，好强！你说你盖的很强吗？哎，有自信啊！现在大家都要这样互相伤害，是不是？我盖这个超强啊！有自信是好事啊，对不对？不，你这个就是太有自信的代表。对。我跳。那个小神奇小杆杆到底是做什么用？我刚刚测试一下，你有那个换东西，像那个红石灯，你可以直接把它强制变成是亮的红石灯。哦，半砖你也可以把它变上半砖、下半砖。哦，好方便啊！好想你，好想你。那个铁有办法变成黄金吗？啊，那是炼金术，要增加强化。不是假的，假的好想你。28个月。感谢小鱼，怕有念错。我虾皮会卖这种东西、啊，什么东西？梦想是买虾皮的东西吗？不不不不 不买光虾皮的东西吗？会卖会卖梦想的东西。然后输入关键字，然后准备 enter 的时候，后面空白虾皮。好想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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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真的真的好想你，不是假的假的好想你。去顶波浪符，感谢默默，白色，蓝色。吧，大家都很认真哦，嗯，认真在盖，要要要，一定要很认真的。对啊，这个会犹豫。拿不下来，
好了，就这样。好难哦！哎呦，巧克力已经盖好了。好啦，拜托。太恐怖了，太恐怖了。好恐怖。书柜在哪一栏啊？刷怪蛋吗？书柜哦，刷打个书字就可以了，可以直接打中文。书柜在那个装饰，哎、欸，没有在方块了。方块、哦、不是在方块，就是在装饰。对啊，很多是我眼馋，一直没看到哇、啊。这样你就直接书柜。我看到，我看到，一直找不到它。要多挤啊！我要去盖游泳池。每一次都在盖游泳池，而且我都是藏起来的游泳池，挖到地底去哦。挖到地底去。好不好？什么企鹅？没有，他们说我盖得很像企鹅，不像。他多了，企鹅是这么可爱啊！我不是说你盖的不可爱，是你盖的人。你是说这个人吗？你是针对他吗？对对对对 对, 对没关系，反正不是我。啊，毕竟要跟企鹅相比啊。好想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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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真的真的好想你，不是假的假的好想你。一年了，吃虾虾庆祝咯。哦，这个真的好难盖哦！我觉得今天的都很难盖，好难盖，还在推敲琢磨、哦。